好，我们在这种里面是有学过外接圆半径啊，在塞入的时候，在塞入的时候，我们是有学过外接圆半径这个概念的。把它复述多一次。Okay, 所以塞入的时候，我们学的内容是 a b 三 a 会等于 b b 三 b 会等于 c b 三 c 会等于二 r。OK，这部分是我们在学塞入的时候也是有证明给大家看的。证明给大家看的这个公式，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用这个公式结合面积的公式，可以结合面积的公式来证明这件事情哦。所以我们要证明的项目是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哦。这里我们会使用二分之一 AB sin C。OK，然后因为这里是二分之一 AB sin C 嘛，它跟 sin 相关哦，所以我们要用的是 sin C 的。可以跟 c 相关的 sin 入，所以跟 c 相关的 sin 入，它就会是 c 除 sin c 等于 2r。因为 c 除 sin c 等于 2r，所以我们稍微移项一下在这边哦。可以在这边我们会有 c 除 2r 会等于sin c，可以移项一下。我们再把2代入进去，e 哦。好，所以把二代进去 e 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的左边会变成三角形，然后面积会等于二分之一 ab sin c，其实就是 c 除 2r，可以 c 除 2r，所以这边我们会得到4r 分之 abc，可以 4r 分之 abc，所以当三角形等于 4r 分之 abc 的时候，我们在交换位置就会得到 r 等于4三角形分之 abc。所以我们就得到外接圆半径的一个公式。对啊，但是要提醒你的事情是，这两个哦，其实都能用了呢。也就是讲，面积等于三条边相乘除4r，这公式是偶尔会用到的，不过真的很少啦。因为我们找三角形面积的公式已经很多种了。OK，这个公式需要的条件太多，它要有四个条件呢，它有三个边加上外接圆半径才可以找三角形面积。可是平常我们在用公式的时候，只要有三条边就已经能够找三角形面积啊，根本就不需要用到外接圆半径，它多了一个条件哦。OK，然后外接圆半径其实也是类似的感觉。外接圆半径如果你用 ABC 除四三角形面积来算的话，也是太多条件了。三条边。
再加一个三角形的面积，我才可以找到它的外接圆半径。可是我们加上一路只需要一个边跟一个角就够了，可以只需要一个边一个角哎。所以，相比起来，当然还是用回上一路比较好哦。所以之后你在做外接圆半径的时候啊，可以大 R， 可以外接圆半径的时候，你还是多提醒自己，它跟上一路有关，可以它跟上一路有关。这样记就好了。好，就这样啊。给、okay， 我们接下去看16。哎，我们有16，我们要进17.4了。就我们那个 Heron's formula 就这样了、欸，就跟你介绍一下另外一个找三角形的面积的公式哦。然后它不算难背，可是如果你没有特意去背的话，你大概只会记得有一个这样子的公式，可是不记得内容哦，因为它还蛮少考的。可以，如果你去翻统考题或者翻高级数学课本哦，题目。上一次触碰是多少年前的事情啊？哎，这个是比较少出现的，只是三角形面积多一个选项啊。我们还是偏向喜欢用二分之一 AB 三 C， 因为它比较直观呢、啊，而且跟 soft triangle 比较有相关性。OK 啊，好，接下去17.4，我们要学 inscribe circle 的 radius， 所以给大家了解一下小 r 跟大 r 哦。小 r 指的就是内切圆的半径。大 R 指的就是外接圆的半径。一个是切，一个是接，同样的韵脚，但是不同的字啊。哎，那外接圆指的是三角形外面有一个圆圈哦，这叫外接圆。OK， 这个圆形叫它 circumcircle。OK，radius of circumcircle。OK， 然后内切圆指的是三角形里面有一个圆形。OK， 三角形里面有一个圆形。OK， 三角形里面有一个圆形，这个圆形我们叫 inscribe circle。inscribe circle， 对、okay， 为什么一个叫接，一个叫切哦？是因为这个接其实是跟你去年学的圆啊，圆内接四边形是同一个字哦。OK， 学英文的同学好像是叫 cyclic quadrilateral 啊。OK， 接吗？对，内切圆，这么要换另外一个字，如果不要直接用内接圆就好，我们要记很多个字，是因为当我今天有一个三角形里面接一个圆形的时候。OK， 刚我今天有一个三角形，里面有一个圆形的时候，这些三角形的边长其实是切线 tangent， 所以它才会叫内切圆呢。可以给你翻译一下它的华语啦。好，然后接下去，可以接下去我们解释一下三角形的内切圆半径哦。所以三角形的内切圆半径应该就会从它的圆形接到任何一条三角形的边哦。这样讲 ，OK， 这个就是小 r。当这个是圆形的时候啊
哦，这样我们要怎样去找这个？可以怎样去找这个内切圆的半径哦？是用面积来找，因为今天我知道这边都是半径了，然后因为这三条边啊都会是圆的切线，所以这边我们就会有90度。OK，所以这边我们会有90度，所以这里我们有90度的情况底下，我们可以透过三角形的面积，OK，三角形的面积来帮我们算这件事情。OK，中间这个点，如果我们用 O 来表示的话，这样八个三角形哦，OK，ABC 的面积啊，其实就会等于 OBC 的面积加上 OAC 的面积加上 OAB 的面积，这三个三角形的面积相加起来就会是八个三角形的面积。好，我们先从 OBC 看起哦。OK，OBC 是底下三角形，所以针对 OBC 这个底下三角形哦，我们会使用的面积公式会是二分之一乘底乘高。OK，OBC 这个三角形，它的面积就会是二分之一 AR。OAC 是右上角，OAB 是左上角。哎，所以以此类推哦，另外两个三角形的面积就会跟着是二分之一 BR，还有二分之一 CR。OK，然后这时候我们把 r 抽出来就好。OK，我们把 r 抽出来。OK，同学会想二分之一也可以抽啊，之后不要抽啊，等一下就懂哦。OK，我把 r 抽出来哦，我的括号里面会变成二分之一 a，二分之一 b，二分之一 c。OK，二分之一 a 加二分之一啊，是啊，二分之一 a 加二分之一 b 加二分之一 c 哦。OK，二分之一 a 加二分之一 b 加二分之一 c 其实就是半周长。K 其实就是半周长 S，所以我们这边就会有原来三角形的面积哦。KABC 的三角形面积会等于 RS，这样我真正要用到的东西其实是 S 啊。K 我真正要用到的东西其实是 S，因为我们要找内切圆半径嘛，所以 S 其实可以描述成三角形面积除半径。哎，不对，我要找 R，讲错，除半周长。K 三角形面积除半周长。A 三角形 ABC 除 S，好，找到这个关系之后哦，我们要再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把它跟我们已知的 Heron's formula 连接在一起啊，因为我们知道三角形的内切圆半径可以描述成三角形的面积除半周长，三角形的面积除半周长，三角形的面积本身和半周长是有关系的。哎，所以我们这里要跟大家讲的东西是这个东西会用到啊，OK，这个公式会用到，但是我们还可以对它做额外的化简。哎，三角形的面积公式哦，OK，
给我们昨天前天的时候也跟大家介绍过，它会是根号 s 乘上 s 减 a 乘上 s 减 b 乘上 s 减 c。对，这个公式哦，也是偶尔会用到的，因为我们不会每一次都先准备好，三角形的那叫什么面积。也就讲，如果今天题目没有叫我算面积啦，我是不会吃饱太的空去算面积，我一定带这个公式就好，可以带这个公式就好了意思。那上面这个还是有机会啦，就看题目的要求哦。所以这边帮大家做一个总结啊，我们要找 R 的方法有两个哦。第一个是 sin rule 哦， OK， 第一个是 sin rule， 我们需要一个边跟它对角 ，a 除 sin a 或者 b 除 sin a， b 除 sin b 或者 c 除 sin c， 一个边跟它对角会等于 2r， OK 啊，来找 sin rule。OK， 第二个方法 ，OK， 第二个方法是用我们刚才用的那个公式 ，r 会等于 abc 除四三角形面积。可是很明显，第二个方法目前为止是不好用了啦，因为它需要三条边，还需要三角形的面积，才可以找到外接圆半径。找小 r 的方法就一个，给小 r 的方法就一个，就是 r 会等于三角形面积除半周长，给 area 除 semi perimeter。对啊，这个就是，我们的目前为止的进度，让大家知道一下我们学了什么东西，然后把它连接在一起。我还不再是只有 sin 和 sin 哦，我还不再是只有 sin 和 sin， 我们还学了额外的新的三角形的面积公式，也学了一个三角形它会有外面一个圆跟里面一个圆，外面一个圆半径怎样找，里面一个圆的半径怎样找，这样。OK， 这个是第17.4。的开场，然后我们进例题哦。OK， 哎，对了，昨天就是哎，谢谢你们那个昨天同学先来的那个中秋节的 message 啊。哦，你们是礼五哦？对，忘记哦，我以为你们是礼二，谢错啊。对，我记错啊，两个班级有点混乱。哎，这礼二同学准备的那个就是中秋节的小贺电子贺卡嘛。对，忘记了，所以记错班级啊。老板，至少人家在这一点上比你们优秀。来，16。
来，16我们要做的事情是找三角形的面积。OK，找三角形的面积。如果题目给我们的条件是以下，OK，不过它其实也是叫大家，可以是叫大家去准备，二分之一 a b sin c 啦，做不掉了。所以以第一题为例，它给我们的条件是两边跟它的一个夹角，所以找三角形的面积哦。可以找三角形的面积，就会直接使用二分之一 a b sin c 哦。所以二分之一乘上35，乘上20，再乘上38。可以按计算机就好哦，可以按计算机就好，给我2位小数。如果你不 OK 的话，你也可以把图画出来啊，虽然我不觉得把图画出来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你只要懂公式，基本上就要会用啊。两边一夹角哦，概念要进去了。所以大 A 的对面是小 A，大 B 的对面是小 B 嘛？我们有大 A 是35，小 B 是20，然后大 C 是18度。所以两边一夹角，本来就是用二分之一 AB sin C 直接下去就可以了。当然那我承认画图是有点帮助的，只是。不需要每个同学都画图哦，因为你的概念进去，答案就要出来了吗？可以啊，来答案2位小数。108.16。108.16，然后我们 units 平方。B 小题，OK，B 小题题目给我们的东西是 C 的边长是十，OK，C 的边长是十，A 的角度是6度，C 的角度是150度，OK，然后如果我们在这个题目里面要去使用二分之一 AB sin C 或者二分之一乘底乘高的话，我们目前题目给的条件都是不够啊，OK，都是不够啊，所以变成说我们要解这个 B 小题情况。OK，B 小题情况的三角形面积的话，我们需要去做其他的准备。OK，我们要有其他角度啦，其他角度或者其他边长哦。所以在这个条件里面，它给的是两角一边，所以我们要使用的 rule 是 sin rule。OK，我们要使用 sin rule。OK，sin rule 可以帮助我们找到 A 的边长。可以找到 A 的边长，可是如果我们要去算三角形面积的话，光有 A 的边长应该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找到 A 的边长之后哦，给我们找到了，等一下我们用 sin 都可以找到，找到之后，我们如果要用两边一夹角的话，我们手上有的边是 A 的边长和 C 的边长，这样我们需要的角度是 B 的角度，所以我们还要再去准备 B 的角度。OK，在这个题目里面，B 的角度就用内角和就好。可以内角和就可以找到 B 的角度，所以我们要做两个步骤哦。可以，第一个步骤是用 sin rule 找 A 的边长，第二个步骤是用三角形内角和找 B 的角度。可以找到 B 的角度之后，最后才用二分之一 AC sin B 来找三角形面积哦。可以，所以像这样的题目就是大家考试也好啊，CD 会面对的，就是我不一定要跟你讲 soft triangles，可是你做的步骤跟 soft triangle 很像，因为找三角形面积需要的条件，都是题目会没有给你的啦，不会像 A 小题这样，A 小题就让你知道一下有这个公式而已。这里我们不会太常去用 hindrance 哦，OK，不会太常，除非题目很坦白，直接给你三条边哦，像我们这样礼拜一那一题啊。这礼拜一还给我三条边，我不用 hindrance 会对不起 hindrance 啊，所以他给三条边，我们就会 hindrance 哦，直接一点。
可以，但你还是可以找多一个角啊，用火山路找一个角，然后带公式也都是可以的，啊，也都是可以啊。只是像这种有给角度的题目，我们还是比较喜欢做，也比较喜欢做那个叫什么，二分之一 a b sin c 哦。然后眼睛比较锐利的同学会发现a 小 t 哦。A 小 t 的这个字啊，跟 B 小 t 的这个字哦，哎，大小是不一样的。A 小 t 的字应该是28，B 小 t 的字应该32，我们也是调错啊，没有调到，那大小就不一样了。来，坐。好，所以我们来找 A，所以找 A，我们用 sin rule 哦。所以 sin rule 告诉我们的是 c 除，我们直接代数字啊，所以10除 sin 150度会等于 a 除 sin 6度，OK，a 除 sin 6度，OK，我们斜对角成，所以 a 会等于10 sin 6度。除 sin 150度，然后，按计算机，哎，多少啊？你们给我讲啊，不用浪费时间。2.09，哎，然后是角 B，所以角 B 的话，我们用内角和 A 加 B 加 C 等于180。然后 B 的角度就会是24度，所以我们带公式进去，二分之一乘上2.09，乘上十，乘上三，24度，来多少？4.25 units/平方。4.25 units/平方。OK，解决，这是 B 小题。
第一小题，AB 等于 AC，BC 等于二，AB 等于 AC 代表它是 isosceles triangle，K 代表它是 isosceles triangle 等腰三角形，然后给你角 A 是六分之派，给六分之派是多少几度啊？30度，现在水这边30度，那它告诉我 AB 跟 AC 一样，所以它一定是一个 isosceles triangle 等腰三角形。然后给我对边是二，然后这边是30度，哎，所以我们就可以透过内角和加上角 B 等于角 C，OK，角 B 等于角 C，我们后面应该会写等腰三角形、底角相等或者等边对等角，对不对？不用啦，我们写 isosceles triangle 就好，不要管它。因为角 B 跟角 C 会一样，然后我们角 A 加角 B 加角 C 会等于180内角和，所以角 B 就会是75度。因为角 B 就会是75度，角 C 也是哦。哎，这样我现在要算三角形的面积，我们手上有三个角是不够的啦，所以我们需要去找多一个。一个边长出来，哎，这里可以选择做，没有选择，好像哦，只能做三入哦，因为两条边都没有嘛，可以两条边都没有，这样一定是三入啦，可以一定是要用三入，所以一定要用三入的话，这样我们去做三入，可以找 B 或找 C 都可以啊，可以找B 的边长或者 C 的边长都是可以的，所以如果我们找 B 的边长的话，B 的边长会等于B 比上 sin 75度。等于二比上 sin 30度，这种题目就没有差别，没有特别要求你一定要用 radian 之类的，不用管它，把它变30度就好。只有解题的题目比较强烈要求，当它给你 radian 就一定要是 radian，哎，所以 B 的边长就会是 sin 30度。分之二乘上 sin 75度，给二 sin 75除 sin 30，所以找到 B 的边长是多少？3.86。3.86。所以当我们找到 B 的边长是3.86之后，我们就可以找三角形面积哦。所以我们三角形的面积就会是二分之一。乘上二，乘上3.86，乘上 sin 75度。哎，你可以用这个，也可以用另外一个啊，因为你有两个可以用啊。你现在已经有三角形的全部边长了，因为 C 也是3.86嘛，等边三角形。所以不要用这个做，你也可以二分之一乘上3.86的平方，然后再乘上 sin 30。总之一定要是两边跟一夹角就可以了。可以最重要是一定要是两边跟一夹角。因为这是 C 小题，想跟大家讲，17A 跟17B 可以做啊，但是，我懂你今天应该是要读课外读物啦，所以明天我们上完课之后再跟大家讲，要记得做，还是做不要等了。OK，所以这边我们可以找到面积，两个答案可能会有误差啦，OK，可能啊，我也不是很清楚啊，左边这个算出来，右边这个算出来是3.73，OK，左边这个算出来我看一下，3.86。3.75 OK 啊，左边也是3.73，所以没有问题。可以答案一样，都是3.73。因为我们都取两位小数的话，运算总是有可能会产生误差。OK，这是 C 小题。好，我们结束上到这边，谢谢大家，免检。